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狗骨的果实用来泡酒，懂它人当做宝，常常有农村人把狗骨的果实采摘回去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狗骨这种植物，它全身是宝，大家了解多少？狗骨又名老虎刺、猫儿刺、鸟不树，它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，叶子形状奇特，碧绿光亮的，它的果实。 经过冬季红了之后，挂满枝头，经久不凋谢。作为观叶、观果树种，很多人喜欢把它种在庭院。狗骨树为什么说它全身是宝？狗骨树地下根、树皮、叶子、果实都可以当做中药材。首先来说说狗骨树的叶子，它的叶子、嫩芽或是老叶子，采摘回去。 可制作成茶叶，有不少人会去采摘狗骨的叶子。狗骨的果实，在经过冬季慢慢成熟，会变成红色。狗骨的果实，很多农村都知道用它来泡酒。体力活或是苦力活干得多，腰关节、筋骨方面，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它用来泡酒的一些好处。狗骨树皮灰褐色。 很多人不知道，它的树皮是可以当做天然的染料。狗骨的果实，它不仅仅当做药材，或是用来泡酒，它是天然的洗涤剂。种子含油，可做成肥皂。狗骨木材特别之处，农村老人给我分享，生活当中如果养牛，牛鼻栓就是用狗骨的木材制作成的。牛的力气比较大。 然而，这种狗骨的木材柔韧性好，承受力量也比较大。狗骨的果实正常是经冬不掉落，然而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狗骨的果实呢？狗骨的果实它也是鸟类过冬重要的食物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狗骨，大家生活当中对它有多少了解？一些好处与价值，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。 关注用心看农村，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。